哎，哎，可以，觉得是这个。哦，对，戴的是这个。我来交呗。我的应该是，你们觉得呢？这个，现在打算这个。那你的是这个。它现在什么颜色？不知道呢，好像变成这个。哦，变你了。对，你知道那个台湾对我们黑人问那个问的很多吗？哎，你也有遇到那种台湾人吗？遇到啊，他们有时候会问我，哎，你们黑人是不是会那个晒黑？我说。小了，我们会了。他们的太夸张了。哦，对。我们的会都看，要看清楚哦。好，所以今天做实验给你们看，到底我们黑人会不会那个晒黑哦？就你们这边可以晒太阳哦。对啊。那你们现在是哪个颜色啊？哎，哇，什么？现在还有这个吧？哦，不是吧？哎，不可以。偷袭！我觉得是这个。哦，对，戴的是这个。我来交呗。我的应该是。你们觉得呢？这个，现在打算这个。那你的是这个。好，那嘉宾先进去哦。来晒黑哦。哎，哇！开始喽。嘉宾，给你这个。谢谢你哦。来这边要保护眼睛哦。我来唱歌给你们听哦。甜蜜蜜，好香的甜蜜蜜。这个就是那个台湾南部的那一种热。我觉得有变黑。好像有耶，我没有感觉，没有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嘛！你今天我去不去？我进去了。我哇塞！一进来就觉得感觉太热了，很热呢。我就出来，外面的人都跟我说，哇，你又变。你比较喜欢去海边那边，就是你知道，你们都应该了解吧？去哪里都是，Hot girl， 这边呢没有 hot girl， 变成黑牛了。没有，我现在是 Wakanda warrior。Warrior， 我的屁。哇，你真的变黑了。我只是觉得真的变热了。你看，你的头发跟你的这个，你的脸呢、啊、没差、啊。你的头发比较白啊。哎，有吗？有。真的。哇，有。有吗？有不一样吗？哎，你们现在什么颜色？哎，脸有，为什么我的脸就？因为你就一直这样啊，真的不知道呢，好像变成这个。哦，变你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变你的，你的皮肤色了。那你皮肤色变谁的？黑龙的。碎了。就跟你们说了，我们黑人也会晒黑。今天来这边，我想问你啊，为什么我们皮肤那么黑？你们的不黑，我们的很黑，为什么？这个是遗传，一定是遗传嘛，天生的。我们会把皮肤分成六种颜色，你应该还没有到最黑啦，你可能第四、第五。那通常色素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。所以它其实就像一个网子吧，紫外线反射出去，所以你们其实不太会到汽水泡晒伤。那为什么我们的手上就是白的，这边就是黑的？手的色素细胞本来就比较少，我觉得这是 evolution， 就是以前的人都是爬嘛，所以这边不太可能晒到太阳，所以这边的色素细胞自然就退化了。前几天有去实验，然后晒黑，对啊，但它很快就退的。对，能不能看它的白跟我的白都没有？这个叫做 immediate pigment darkening， 就一个特别的字，就是我们的色素细胞啊，你把它想成一个袋子装满了 melanin， 所以一晒太阳它会全部放出来。哦，就很快的那个，它就马上咻跑出来保护你嘛。哦，对。所以过了太阳没有，它就会瘦回来，就放回袋子里。